这就鬼魂的，敢有领导鬼魂？领导根本就是灾星家族呢，恁阿爸今嘛不是嘛足凄惨的，这就是伊进前欺负阮的下场啦。我阿爸是被人陷害的，你是被人玩我的。 莫子，莫子，莫子，你，莫子，你，你想怎么样？你走，跟我放开，莫子。你想怎么样？你走啊！你不是只有那个卡苏拉吗？你是要抓？哎，对，莫子很凶啊！你到底是谁啊？哇，这是顺恁的话讲，其实我的目标是这个走廊。 来，咱去报一条。我不，你是起笑哦？我这手，我叫挂到老花楼顶来。唔对哦，迄刀是这个眼镜妹挂的哦。你，这两个走廊哦，为你争风吃醋。 啊，这眼镜妹哦，何塞你去挂着伊手腕的动脉？你有没有我？然后，你就先对伊无礼貌，啊，煞来，啊，将伊刣死。 你上一局咯，对啊，你买祖上，你想要得胜你啊，恁三个鬼头把祖上参赛，安尼我们才会使脱身啊！你，我不，志文，我不，志文。 等下你两个在等我，我叫你入去，再敢入去，知影无？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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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就知道你有鬼，来小吃店是来探路的。明天我来救你啊！行行。老啊！是个重新穿出去，来这里啊！今天你我一定要替阮爸报仇，然后将恁送酒楼。你记住，这干完了。不行的，我袂当阁让你冒险啊！一命赌一命。我做代志不要紧，无论安怎，一定要保护一林秋川。走！走！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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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
是？不是。不管是不是，你今天拢要死。你啊！都是恁害的。你爸，你有无？有受伤吗？咱哪会在病院啊？我哪会记得咱在仓库？爸，那拢过去啊，免紧张，无代志啊。你的耳孔是无啥爽快啊？对，我听听。你精神啊！哦，好佳哉，你精神啊！若无一年到晚，你要烦恼死啊！依林，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我刚会记得生后生，下手就猛，下手嘛就凶的，应该无可能别人做啊。那哪有可能平安无代志？其实，这条甲领导依林哦，拍一个破啊！伊唔拿下电脑成绩就搞的，连迄高科技的武器哦，也用甲下下叫。你唔知去倒位变做迄高音频机，阿伯，你敢有印象？你有听到极恐怖的声音？一定用的。你真正变做这厉害武器？就是这，自从你跟我讲你跟我妈的代志了后，我就知影，我一定要学会保护自己，所以我就上网自学，研究出这個高音频机，技术会高。叫你跟你就派上用场啊！我就要想起来啊，你当初用用一个最尖的声音撞你的头来底，然后就死死昏昏去。是啊，好在这一年哦，有甲这秘密武器查起，大家才能当平安脱身。讲起来真正是超前部署呢。别，大汉啊，别当保护爸爸。所以爸，以后你什么代志，拢当甲我讲。跟我参详，莫家己一人承受。无得卡，我会当甲你斗相共，替伊解决问题。爸知影。阿廖，那廖蒙之甲许世伟，因两个囡仔，你安怎处理？交警察。迄个时阵，我看到你昏去，我就赶紧甲你送来病院。伊两个伫倒位，我都唔知影。不过我相信，恶人绝对报应。都跟阿即卖用警察联系，那个两个死人有关的代志，想我卖不掉，安尼个不会。爸，你在想啥？哇，我咧想，阿晴天呢？咱无看到伊人，伊即卖呐？晴天伫另外一间病房，阿袂清楚。阿袂清楚，伊是受伤哦，够严重。医生讲，伊受到真大刺激，啊，不过检查了后，目前无啥物问题。丽萍阿姨还佮伊阿伯啊，拢关在病院，佮伊照顾啊。袂用个，我看恁遮囡仔平安无代志，我袂放心。紧，来看晴天。啊，不过你受伤呢？我是皮肉伤啦，刚刚比起来，天差较地啊。看晴天，了去，行。好好，来。我是看宝贝孙，你来这派我去拄到这款代志啊！你明明就足乖、足善良，从来拢唔捌想过要害人，竟然让你拄到一款歹人，佫差点仔连命都无去。哎呦！至少咱知影敌人是谁的，以后若是要算账，我较袂找袂到方向啊！啊，不过我若想到……拄则一定甲我讲迄状况哦，我安尼规个心肝皮薄菜呢。
想过来，你想过来，怎么样？快快快，别惊别惊，是阿妈，是阿妈，马上别惊，快去，阿妈是枪，是阿妈。不可能，你好叛逆啊！晴天，我是阿伯啦，你先冷静下来，这是病院，派人拢已走去啊，已经无代志啊哦，晴天。来来来，哎，乖。乖，今天马上要给我看一下，嘿，是阿嬷哦，哦，今天。嗯，没事的。你总算是冷静下来，没事啊。晴天啊！小心，小心，阿妈小心，阿妈小心！小妹啦，拄只晴天打气过来时阵哦，因为伊直叫，所以我想要挖较近伊，来关心一下。结果伊一看到我，听到我的声音了后，就变甲愈激动。所以我咧想，应该是受到当时的状况啊，你才惊到无法控制家己。所以咱这查甫哦，先暂时莫想过接近伊啦。卡边哦，有个刺激到伊哈。我乖耶，今天乖哦，无代志无代志，一看就无代志啊。阿妈是假乖。今天，你放心，你今日所受的伤害，我会一点一滴替伊吐回来。你啥物拢袂烦恼，只要等你看到我，你受到一分惊吓。我就爱伊身上十分，我爱伊比你痛苦十倍、百倍，我绝对替伊讨回公道。